真有入境，即天困，这是咱为主一心，无形界伊爱咱回灵，转互伊稳定，是咱接受现主时的气，咱回转先天这个无缘，上苍伊的本性。予咱找是顺天啊，是咱归元这条灵性，是咱搁回母啊，遮尔啊安静。这是传法的灵气，嘛是咱找倒来先天顺心，灵元是天意，落灵是顺心。转咱有无的元神，是咱以清净的气，我以落灵顺家己的心，这是咱团，是咱元始的心神，这是咱元天这么啊清净，使咱入定这尊神。灵源找出天意，道灵归咱顺时，是咱母啊现世情，传着清界的神意，咱只有道灵顺无成，现甲遮尔啊顺头的灵性，咱只有来讲清界的心灵，拢是归咱。安定的气神，灵魂伊爱咱顺甲遮尔清个明，咱才会当行出路。这是在世间，我的心向着咱的本性，传着遮尔啊顺甲的心，度着原来这条灵气，现甲遮尔顺的本性啊。是灵魂伊的天界，是咱行倒转来现在，是元素一点气，是咱向倒来遮尔啊稳，无形伊的精，只有回咱元天这条神呢。我有遮尔啊稳定的灵气，是带伫母娘。回出来这条神，上苍的天界，咱只有看出神如灵，现伫清净的心，我才有现世阿母啊的心，真理拢是天界，落定才是自在，回到灵元灵气。在咱即马即个心，伊会当做主，人生无形即个表意，拢是出家的心定。灵魂伊爱咱回出神，在咱遮尔啊顺的灵气，咱只有来讲定落来的心，这是咱传法这条灵性。嘛是咱见表遮尔稳定，是你以清净这条灵性，咱只有来看到先天的本性，灵源是灵法界，度着清净则是心意啊！我有这条清净的心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性。嘛是咱搁再顺加定神，有咱一条现主时的灵魂，我以这条清净的气神，才有咱老母伊的本性，拢是看现的灵气，再来讲回转来顺母的心，是灵魂现的情。是咱为主这条神，无形伊的本性，
只有来讲到这尼啊顺的天灵，真法是灵法性，爱咱转掉则是天性，无形伊的灵性。我爱只有顺加现证啊，是你以清净这条灵源，无啊来讲现出神啊。灵源是天意，见咱清净是顺性，有咱一条现世证，一点元天的灵气，咱只有看到顺家的心，无形伊的本性。我爱来讲出家落心是咱这条清净的心。我再来讲出家落灵的心呐，灵源是现世性，转咱归则是清净。这点顺下来的本性，咱只有来看到顺母的心，是落在清净这个心里。我再来对着无形顺咱的心，这是咱传法的天灵。无形只有用清净绘出着咱无这条心，这个天理只有用清净来传着你的心入境，是咱以这条灵源灵气对着无形这条精神出现伫咱即马这个心的。我有遮尼啊顺头的灵性，是咱的心现开原来迄个本性，迄是无形体，是我用着这条灵性世间的心意，转入到无迄个元神，这个天法只有用清净的心来讲到你现主时的法界，因为这是通天的真性，掠着咱个人出家的现场。灵源是天意，落灵是顺心，爱咱行转来才是清净，是咱回到阿母啊的心，咱才有遮尔啊清楚的灵气，拢是倒转来顺家的心，上苍的法界，咱只有行顺母的心。我有这条现主时的灵气，只有看出咱的灵性，是我爱有遮尔啊清醒的天界。敢若亲像金宝伊落心，是灵魂伊的天性，是我搁再顺加现的证，真理拢是天性，爱咱转着则是天命，有咱愿天这条心，这是咱随着通灵的发性，嘛是咱向转来遮尔啊稳定。是元素这点灵气，是咱学着通天的心，灵源是现露性，爱咱为主则是灵气。咱有一点清净的心，一点就顺咱的心，向倒转来阿母啊遮尔啊静。你有这条灵天的真性，我再来讲出家落神，灵源的灵气，顺着稳定这条神，咱有照着目。今仔咱只有用上清净的，看到咱原来迄条神，咱叫做无缘。是咱用着遮尔啊清楚的性，倒转来咱即马咧讲的话。是咱原始这个灵性，是咱出入这尊神伊的主宰。这是咱看见咱的心内，心内就是心中。所以讲，我用着遮尔啊清楚的天界，行向遮尔稳的神，是咱无形这个灵气，
是咱行向遮尔啊顺的心，灵源本意是正乐性，啊，现咱团则是乐性。伫我有真稳遮尔啊清的心，你则回甲遮尔啊静的心，这是咱原来的灵气。一世人我讲的通灵顺利，我以清净的天，再来讲顺甲有情的神，这是咱转无形的法界。你用着遮尔啊清楚的灵气，我再来讲现世界的神，灵源是相发性，爱咱转落来，则是显的证。这是咱为主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顺家定咱的心。伫你向转来这条灵性，我再来取现世界的心灵，拢是兑现这条性，拢是取咱遮尔啊清。真法是天灵气，见着老母顺着心。爱咱有稳遮尔静，是你显露青天的心。阿母啊，再来讲显露灵，是伊清净的天理，是咱行倒转来遮尔啊顺，拢是母娘伊的发性，因伫咱这个心安静，上苍的天界，落地灵性自在。是咱清净这条心，倒转来顺母的灵，是元天这点气，是咱见着母娘这么顺的心，天元有乐有灵性，转咱恢复有安静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行转来顺利，通着这条。灵源的灵性，咱再来见到母娘现清，是你以原来这条灵气，我再来讲显明咱的顺心，这是咱传法这条灵气，嘛是咱来讲出家落心，灵源本性是天界，显露清净是自在。这是咱团这点心，灵源的灵性，是咱转落稳定。这是咱清净的天，带有咱阿母的心，灵魂是现世性，爱咱团则是母娘心呐。灵伊的法界，只有咱来得团正理。的心气，拢是对无形因。我才有当今嘛，这条神出现，是咱今嘛咧讲的灵性兑现。我才有这条本源本性的真啊，是我有这点清净的气，我才来行做伙的心，拢是顺着母娘的发性。再来引到咱这么顺的天神，是归落来这条灵性，是引转来我讲的本性啊，真理应母的灵气，因咱甲母娘是应合的啊，所以讲我照着先天这条灵性，照着真道这个母，我才会当讲经，是顺到这么稳定的灵气。一条心嘛，是同款的。这是咱回入来，这个灵气，嘛是咱直通清净，这个无性灵伊的本性，伊是清气气的。我今日要讲是我的脑神，敢若亲像咱的元灵相共，因为只有先天的法界，直接生着咱现主时的你。这是咱传法
这个灵性，对着咱上界以前的，这才是咱回母的灵气，转着这样顺家的神，是咱以清净大母团灵，拢是掀开咱即马这个气场，心中迄两波，安尼我才会当团，我脑中即粒种子。本来咱的结晶，拢是顺甲遮尼清净的母性，咱只有用金刚这个本体来代表咱的能力，晒出来这个能光，啊，这就是咱的能源，拢是阮能伊的作用。今仔我要讲的，是我用着清净这条灵气。我会当感觉到，我即马这个心是无，但是有老母啊，伊的气力，我才有这个神啊为主，是元天本道性，是咱转来显的精，上天的灵气，是咱行元天的神，有咱这点灵魂的灵觉。是主宰这个灵气，是咱个顺家回灵，上冲这点灵气，爱咱向倒来，则是顺心。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意，再来讲儒家顺母神啊，灵魂只有渐应，咱才有出家这条神。因为这是阿母啊，伊的原性出家伫咱即马这个当下间，我用着这条的顺序，才会当亲像咱原来迄个母性，是咱以清净顺这个天行转来，我才有这尼啊清楚的本性，因为这是咱的原本性，我有这点灵源的灵气。一生，咱讲的清界为主，拢是这呢啊顺头的灵气，你才会当向个这呢稳定的心。灵源本意是现世界，转咱稳定是心的在。有咱一条清天的气，我爱有顺家这条心，这是咱母啊。的灵性，嘛是咱来讲出家这条神，拢是显明咱的灵气。你才看有这尼啊稳定的心，是咱随着清净的天理，嘛是我来行转来这尼顺解心。显露是灵法界，转咱清净则是道心，予咱有无啊？这么稳的灵魂，是顺家稳定的心，咱才有金宝顺咱的心。这是咱一点清净的法性，生在咱在世间的本性，是咱原来这个灵气出家这个时阵，拢是对无掀开着咱原来迄个真，迄就是咱的性质。是咱即马咧讲的灵性，本来是柔和的，本来是温顺的，这则是咱讲的通天灵气，转过着咱的心平静，是咱行这点灵性，咱才会当讲顺家定咱的心。灵源本意是天性，爱咱转来是显明。有咱这条正觉的气通，这是咱无形正路性，嘛是咱在世修咱的性。我有这点清净的天理，来到虚空这条神归元，是咱今嘛清净中用着咱上界自在，因为这是天一所谓显性。我有今嘛咧讲的灵气，是母娘伊顺甲清净这条神呢？啊，
是咱有顺甲这条灵气。阿母啊，伊讲咱顺伊的心，自然生成，咱才会当传出着原来迄个款式、迄个模样。因为这是咱兑现灵伊的顺甲，是咱用着正天的性。要来讲到无形，伊顺咱的心、灵魂，伊是天界。爱咱接的是先天性。我有这么啊清楚的灵气，只有对着咱原来这个心、灵魂，伊的显明。阿婆啊来讲，清咱的心，直通原来这个灵气。你才会当向清净的心，灵源是天灵气，走向是顺天性，是咱以原来这个天理。你有这点清净的本性，咱再来讲顺驾六神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咱只有向无形自在。是你这点灵源灵气，我有这条现主持的心，再来讲到阿母啊，这么精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到对愿的心，道家这么稳的灵气，咱再来行清家己的心，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我再来走向现主持的心，灵源是现路径，爱咱对着无形的本性。我有一点正法正灵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是咱走向这么啊顺。今仔我只有讲通灵，活伫咱即马这个气，是我找出着原因。阿母啊，让我将着神入伫咱即马这个心性的内底。今仔我爱是直通咱的如来性，这种是通到源头，咱的本性自自在在修炼咱即马这个气通灵啊，活用在世间，咱只有用感觉，用着知影这个道的力，这才是咱通到。清家己的心头，在世间我就有这个感应啊，因为感应爱用到这个肉体，用到这个躯壳来表示，来讲出到这个意义，这是传灵，这个天界，是咱有这个身躯，但是咱的来源是无形，这个能量，这个力量，是我有安尼来讲。我才会当通到我这条清楚的天界，对着无讲出着有合的结晶，是咱照着先天的本性，要来讲到咱的时空，转着我现主时会当顺着这个天的命令，这是咱一条现主时的灵性，我的心会当随着母娘这么啊清净。我的来源只有照着母娘的力量尔，所以讲我用着这点青天的真，是要来讲着心的正法，这种力量尔。这是咱要负责啦，万行拢是心印啦。所以讲我用着我即马这个心意，回荡的先天，这个无助的大公心、公道心。安尼，这个心才开啊，是灵源一条灵气，是咱转转来这条神，这是咱自在的灵气，嘛是我来讲出家入神，有咱这点灵源的灵性，我再来传这么啊稳定，是主要这个灵气，是咱来讲出家。这条神灵魂的天界，是咱看见心在。
是原始这个灵气，是咱来讲出家入心，咱有今嘛的本性，再来讲悟出显露灵，是观天本意，是咱看现瞬界心，这是灵魂的天价，嘛是我讲出现在，是咱有这条清天的心，咱才看有这样稳的心，是灵魂这个灵气，是咱来讲着兑现咱的本性。我有这条清楚，无啊爱我真清心，走入着咱现主时的天理。我用着这条原天的心，主宰着我即马这个心的意义，传动着老母这个道义。这是咱清甲源头，这个灵性，一世人，咱要讲的是心。是咱照着老母啊，这个天心来修咱现主时这个灵自性的心，所以讲我爱是清家己的心，咱才有法度倒转来恢复着老母啊这条心伊的正心，拢是显明咱的灵性。母娘啊，伊要教咱是心伊的主宰。这世人，咱只有用心来回咱的心，安尼咱才有这股气、这股力来讲到咱的心倒转来源头，这个家是咱用到这条青天的本性，用到咱过去修行有成才的阻气，安尼咱才会当以平静的心降价，伫遮咧调价。在这里显明，这是咱传法这点灵气，是咱的精神，在这讲出着原来迄个性。我爱是当今找出着我的顶面这条灵性，这是我行转来，咱咧讲讲精一世，修伫咱现主是这条正法，不应该。爱咱通累累细细，因为是要一世人，咱就要甲伊整理互伊完美啊。这则是咱讲出先天的法界，离开着咱即马所有的债务，就是垃圾。咱爱是这条青天的真，咱才会当转甲这样的顺时，因为路就是垃圾啊，也夹咱现主是这个清气啊。会甲咱影响到啊！是我有遮尼啊顺的灵性，一世人我都要讲互伊清楚，这则是咱神的威力。今日我爱，是我家己放会开这个力量，安尼就无敌人啊，无其他侵入到我即卖咧讲的话啊，这个气功啊，这是咱定法现主时的灵性，对着我。伊要讲入啊，这个较无明的，这个气伊无法度入啊。因为哪讲，有母娘伊甲我护咧，有咱现主是这气神伊甲我敬咧。这是咱传甲遮尔啊顺的灵气，一世人要用着身躯，你才会当想甲遮尔济种，传甲遮尔分明，是灵伊的天界。是咱这个小周天的身躯，你才会当体会到这个大周天，顺着无形这个灵性，周就是一礼拜啊。所以讲，咱人是一礼拜循环一摆啊，这个天嘛同款啊。所以讲，依咱一周，咱才有讲休有诶休拜六，有诶休礼拜。哦，所以讲拜六。是土啊，哦，所以讲有咱人是如何牛牛用土捏出人诶，啊，则这个气则入来，就是咱灵魂。所以讲有诶是休现主时生人这个拜六，啊，有诶是讲拜六就做成啊，啊，再来休礼拜。
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真理。咱再来讲顺甲稳定，这个本性啊，是灵伊的天界，是咱来讲到出灵的现在。我有这条本源本性，再来讲顺甲这么啊清的心，灵伊只有讲天理了呢。在世间，我只有行现主时的消息，现主时的信息，现主时的主念、啊。所以讲，我是以上苍这点灵气，在世间呐、啊，我只有照实在，亲像母娘啊，伊给我这个信号，我才会当将着母娘一一来表明来源呐、啊。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理，咱即马这个心，就是你即个头壳，真正爱有稳定，你真正爱当知影，这就是咱为主在世间咧要讲甲教，是咱会当用着清净，即尊神来代表啦。无形界是清楚嘛，因为神伊的力是有力的嘛，所以讲。神力伊是光明的嘛，光明伊是正大的力啊，是咱以这点灵气要取得天顶，这是大法界嘛。是咱有这条无形的天性，咱才会当抓定现主是咱心嘛，这个原性作用，拢是现个这么顺势，咱才有这条清净的法性。无形显露是灵发现，转眼有回来，则是无形证，拢是取着原来的灵气。在世间，咱只有讲通你的心，是灵伊的法界，是咱行正法心来，这是通着清净这条灵气，嘛是我向回来这么啊顺利。灵源是天性，爱咱转的则是本性。我有一条显明的天，拢是归元现主时。我再来讲清净顺天理，是咱以正法的灵性。我再来讲顺家这么啊清净，是老母啊伊的灵气，是我搁倒转来顺这个天。灵源是显的清，落地顺家，这是咱的神，有咱行向清家己的灵魂。咱爱是顺家现主时，照着先天的心，我只有行通无形这条灵性，悟出着清界咱的本性，是咱以原来这个形体，我来讲着。清净这尊神，因为它是无形的，所以讲，咱要用着大天体这个能源、这个能量、这个气场，我才有现主时的净觉到，拢是顺甲这么清净，这个灵性本来就是无这个样啊。所以讲，我是用心倒转来咱老母的家，献出着这条。灵魂的灵性转过到金母，这尊神出现，是正甲咱的源头。母娘伊只有勇气，予咱来接受尔尔，予咱来领受尔尔。所以讲，这是咱通天的灵性。金母伊是大自然，这个灵性，伊予咱正是伊出神出家，咱代表伊的性质。咱代表伊所谓原真，这个大力是顺着这点灵气，咱用着清净这条元神，要来讲着出家这个无形，就是讲天空、太空、虚空。我爱是这么啊清气性，空就是咱原主是无限的大，这则是咱讲的灵元灵气。转过着咱的心，公平，公平再大，伊再自然啊！啊，你若有冤家有无？啊，就会
受崩啊，是咱有这点灵魂的灵气。咱再来讲显明，咱落家的心是真理映落我的心。我才有这点气通着老母，是咱行回这条灵性，是咱一世人在讲的本心灵的正法。只有来讲通天顺母，我爱有这么啊清楚的灵气，再来讲悟出这条心，这是咱为主的灵气，嘛是我讲甲这么啊顺透。这世人咱只有用天性，要来讲到老母这尊神明，是咱倒转来这个先天的心。我才有这么啊顺的意，是你向转这条灵性，是我搁找转来这尊神，灵源本意是正如心，爱咱转来才是灵气，是你以清净这条神，这是咱取到灵源的灵性。在世间，咱只有讲通灵，我爱是得通。现主持的心，无形伊的本性，只有徛正，咱现主持的本领。我有这条清楚的天界，对着咱的正中心，这个神，一世人咱只有安尼做，咱就会当成原来这个本性，咱徛立这个中央的气神。是随着通天这点性，是咱行向无形界的灵，得到这条灵气，咱只有看到法界这个神灵魂伊的灵性，只有转咱这尼啊清的本性，是你以灵源这点界，这是咱随着通天，嘛是咱老母啊行现。灵源伊的灵气，只有咱来讲顺驾定神，这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，啊嘛是我来讲出驾这尼啊稳定，上苍的天性，我只有来行出驾的本性，你有一点灵源灵气，我再来讲道灵会出心。这是咱传法这条灵性，嘛是你搁讲顺驾这么啊安定，显露是灵法驾，传咱这么啊清，则是自在。这是咱传清净的心，才有咱老母啊出驾这条心，灵源是天意，看见则是顺天。老母有这么啊稳。的灵气，是咱直通回母的神。你才有这么清楚的灵性，因为这是顺驾咱的本性。你会当行的是这么稳定，因为在世间咱只有通家己的心神，拢是出家这点气，拢是行回来顺利灵魂的天性。是咱行回清净，有咱这条本源本性，咱才会当向顺母啊的心。这是咱在世要行的这条路，因为只有通啊，咱才行会到。是咱要来讲到无形这点灵性大空间，咱要徛转来咱原来这本位。是咱在世间，你有真正成熟啊！这条路你行甲，拢真正会记得啊！拢是顺甲，咱会当讲咪咪啊行，咱就知影。啊，这则是咱讲通灵这条灵性，一世人咱要倒转来这条心路，定甲这么啊顺时的灵性，咱只有因着咱在世间，咱咧讲的进行。是咱有这条灵天的气，咱要行才是使命大嘞。是咱行回这点灵性，
要搁再看见原来咱的神，一点只有清咱的脑神电波。你找老母一传着这尼啊顺的灵性，因为这是咱灵要倒转来原来迄个本性的位。所以讲，咱咧接受着阿母啊伊的灵性，甲咱传甲心，你即阵神自在。今日咱只有用清净的天理，用着正法的心意，灵源是正法界，现咱清净是顺心，因为神是完全拢是正能量的，因为神是伫咱的主体，天是清悠悠的，所以讲伊就无对立。啊，咱的心还佫有好歹啊，今日咱心完全拢清气啊！啊，咱就用神来为标本啦。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气，咱的心来甲灵的，灵的来甲神的。当然啊，清醒迄阵，你就有机会倒转来做神班啦。因为咱这个肉体嘛，所以讲我爱是正天的灵气，个人献出着咱的心。是咱即卖咧行，就是进行中，顺着无形界的天性。无形界，咱只有讲祖灵、祖命啊，这灵气尔尔。是咱用安尼来表示，咱的心才平静会落来。啊，无你无这个气场啊，你无这现主时的烧火啊，你无法度领会咱现主时出家这个气息啊，这个消息啊。是咱用着这条灵气，要来向着这个天。灵源本性是慧定，爱咱转来是天神。有咱这点灵源的灵气，我再来兑现这尼啊顺的本性，拢是显落来的灵气。阿母啊，伊才行出家落心，是灵源本落性。是咱转到这么稳的天灵，灵也显露；是咱转到这么清的心意，拢是道家的天理。咱才倒转来顺着母性。你爱有这么啊清净的天界，我对着虚空这条灵性，这拢是咱天所赐的，自然所发布的。这才是咱顺甲原来迄个天清，拢是同款的元素。这是咱道家的灵气，咱想要倒转来本来的素质啦。迄才是咱真正体会有够够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性，我照着母娘伊来讲出家，这是咱顺着稳定这世人。我照着阿母啊。伊的信息，导着我这条灵为基，代表的音团，代表的音法，只有用着我的心来做尔尔。这才是咱通天的真相。你这个塔卡是神伊做主啦，是咱用着这点灵气，咱来讲着顺驾这条神。今日的脑神也无清楚。你就袂当顺着甲咱即马即个人的对话。你今仔脑神也无清楚，你物件会定定袂记咧。所以讲，咱要恢复遮尔啊清净，就是先天即个条件。咱用着即条现主时的灵气，将着咱即个神开出来，是清天即点灵气，咱无爱有挡路啦。啊，嘛无爱阁找麻烦啦，是咱行的这条灵性，世间咱着要明白了解，是元天的灵气。我再来讲着清净，这世人灵魂恢复天界，是咱始终心内无形现开是天性，爱咱徛正是顺命。这点天元的灵气，咱只有这个清净的心，拢是显明在世。
我才会当看到清净这个天，拢是安住慧母性，拢是清心，咱的心是咱原来这条灵气，是咱搁再世转来顺性。天有无形转入性，度咱这点青天的灵，恢复原来本意，度到这条清净的心。这是咱看现，在世间咱的灵气，嘛是你得生先天的本性，拢是对法一点心。我照老母来讲出家的心，这是咱看现啊一点心，嘛是我来讲出家路灵，现伫清净一点心。我照老母行出来这么静，因为这是咱随着通天母娘啊来讲着清净，是咱回着这条灵气，是咱搁再行转来顺利，用着老母这条灵性，我再来讲悟出显露性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只有看到咱顺家一心。是咱行向无形中，我今日要找的是原来迄个本性，抓定着这世人，咱要行顺心的路。这是咱度化咱家己的气，造神的出现。无形界，伊是要咱讲甲真清楚，神伊才会当出现伫咱即马即个道场的，是咱即个心境所铺。咱这个心道才会当现开相通，这是小小的力量，但是会当用到四两八千斤。所以讲，咱有这种灵魂的精气，咱人有真正的智慧。所以讲，要用到咱今物来讲的金刚八戒，啊，这才是咱讲的灵性，要倒转来咱的本来佛缘。是咱这条正天的心啊，咱要行到这么顺家的灵性，是咱顺着这点灵气，咱爱恢复着清净的心，这是咱有这条灵气，嘛是要来讲着顺家的心，灵魂伊的天性，爱咱恢复清净的心，我有这点。灵源的本性，因为只有照先天这个力，咱才会当这么能力。因为现主是若重的，咱要用吊车来吊才会能力。用人力有无？你都要费足侪人的力，佮煞咧这个力袂较大过吊车的力。所以讲是用安尼来表示，咱在世间爱照神的力量。就是讲用四两破千斤的，咱安尼杀鸡害，头前会当讲用一支铁棍啊，圆圆，啊再甲撬起铁棍啊，啊再甲杀去，啊头前再搁拄一支铁棍啊，互伊个骨溜，安尼就是四两破千斤，输力使力，互咱轻力。是咱起码有这个肉体真重，但是咱要用着肉体内底这个心，惊着咱这条灵。这个神的威力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倒转来虚空，是咱以这条清净的法界，世间咧讲的方便，孙母娘伊是哦，咱用着这个方便，这么顺畅的灵性，母娘伊哦咱权嘛，爱用着咱上拄啊好嘛，属于嘛，属于就属可啊，属中就对了，是真拄拄啊好，足适当嘞。啊，咱安来讲出着，现主是咱体会会到的这种照例，照例就是照镜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，要来讲着这样啊顺的心，显露是天元的本性，爱咱度化现主时的心，有咱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才会当因咱捌这个自在。自在，你心就无疑问啦，你就无好疑啊，袂亲像狐狸安尼有无？伊专门咧害人诶，
佫惊别人为后壁有无，啊，佫来害伊有无？所以讲，敢若亲像如履薄冰啦，哦，虎离咧行，就敢若亲像伊足注意咧有无？敢若亲像迄个冰，就是咧说，迄个冰要扬起有无？用黏的啦，敢若亲像虎咧有无？虎若要真正咧枵有无？伊要食所有的动物的时阵有无？伊要食伊的食肉就对啦，伊要食。要食伊个，伊所有要来肚饥就对啦，要肚腹肚枵啦。虎伊是枕头用黏的哦，伊测量到有够，伊才用枪的哦。所以讲，虎伊毋是万兽之王，就是伊有偷食补啦。啊，狮毋是啊，狮甲豹有无？伊要甲你食的时阵，为即马就开始甲你枪，互你走啊。啊，你若走袂去，就伊个啊。是咱有这条正天的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家献的清，是咱度化这个灵气。咱再来讲顺家这个天命，咱有这个师祖是咱动物王嘛，狮啊嘛。所以讲佛祖伊咧讲经台，或做师祖台，狮啊伊咧讲经台啦。安那讲，狮啊是万兽之王啊，即个凶神恶煞。即个所有的动物有无？伊未当入来，嘛唔敢入来啊！迄、那个位有无？就敢那亲像鸟啊有无？气派个迄鸟鼠有无？伫电线，伊就家己自然落落来，惊甲落落啊！是用安尼来举例啦。今仔日咱要来惊甲上正常，就是咱今嘛这个内涵，这个心会光，这个心会力，你才会当讲出着道理啦。这个心经的法门，是顺着安静这条灵魂。咱要讲是顺到这么清楚，是灵伊的本性。咱含咧啊，含咧就是甘咧。咱含养就是咱的内在，就是咱的才华、才能。母牛伊爱咱有啊，伊才不时用着咱今嘛这个条咧，来予咱做一个。知影，搁反省啊！啊，这就是咱照着先天，啊，咱人会当知影，啊，母牛互咱一直讲刷落去啊，是咱要饲啦，饲就是这个道理，无爱互断啦。啊，这则是咱的啊，献伫灵源本性，爱咱转个这么清的心，是咱以原来本性，咱才有母牛。这么顺的天意啊，灵源现来是天性，行头顺母是天命，爱咱这点元天的心，我有这条无形的灵气，这完全拢是天啊的原来啊，今咱爱是阿母啊，这个元真本性啊，啊这个本性是如如不动的啊。宋母牛只是用伊的气来到位啊，是安尼，咱再来讲道灵，道咱现主时的心安静。咱上要、上重要就是这条灵啊，倒转来复生啊，是这条正天的气。爱咱向的是顺母啊的心，灵魂是现世界，转咱清净是道性。爱咱恢复是天灵，母星界拢是叫咱倒转来天顶，规母娘啊遮嘛，天灵就遮。所以讲，今日咱只有一点意念尔，万行拢是心印的，万行拢是心要倒转去的。所以心你若无，啊无就伫你的心嘛。你心若无无，啊无也毋知伫倒啊。咱拢是。以咱现主时的信息虔诚啦，咱爱是真心真意啊，你来才是真的啊。啊，你若假心假意有无？啊，都直接讲甲足济，但是你心都无照安尼做无，啊，你都取袂着啊。尤其是无限界啊，你若有所求无，啊，愈偏离啊。是咱用着自然的，咱心放会开的。拢是先天来，先天为主，啊，拢是甘愿接受、甘愿领会，这才是咱讲的天理啦。
照着天予咱，咱安尼做，是咱领回来。啊，咱这个心会一丢，啊，照安尼去进行，是咱无所住啦，无所怨恨啦，显得灵源这点气，咱才有这么顺的灵性。母牛予咱拢是纯洁的啊，一条长啊，烫脚床的啊，但是伊无讲这个歹的信息啊。你讲母牛，伊是讲中庸啊，啊，这是先天的法门啊。什么人我都讲甲至中呢？只有阿母啊，甲咱牵嘛，予咱这个信息，咱才会当切入万嘛，正中央，正中和。是青天这个灵气，是咱来讲着顺家这个本性、灵魂的灵气。我爱显灵是道性，有咱一点青天的神，我再来讲这么稳的灵，显到这么顺的灵气，我只有来兑现母娘啊这条心，是你走向现主时的性。我再来讲顺母啊，这条灵魂，这是咱悟出清家己的心。我才有这么稳的灵魂，是你向的这条教，这是咱通天的灵气，嘛是咱来讲着兑现这条心，是灵魂伊的天界，是咱来讲出清净自在灵伊的法界。咱只有来讲青天献露心，是咱以平静这条灵源，无啊以后咱从清净，咱才有这个心境以显明，落伫咱原来本来咱拢是具足的天性。今日咱感觉上低放下，安尼咱才会当搁补出来先天迄个原真，本来咱就有啊。迄、那个原神是咱要找原来嘛？啊，伫世间，即拢是伊杂掉的啊！哦，甲咱砍的啊！今日咱直传嘛，要来讲甲咱本来迄个真光嘛，迄、那个真然嘛，哎、啊，就是咱的圣人呐、啊，迄、那个人、啊、是咱有这条现主时的灵性，是这个慈悲喜舍，咱才有这样清净的本心嘛。世间只有用安尼来表示啊，你才会当做甲上界大地迄个真啊，毋是假啊，是原来这个灵气啦。咱咧讲着程度的体会啦，啊，这才是咱的入神法门啊。现伫灵源即工开，咱再来讲显示清咱的神，是咱归落来这条灵气，是咱活用这样的顺序。母牛啊，有这么啊稳固的天性，咱再来徛出先天的本性，拢是回灵的必要。咱再来讲出家这个时候，咱才会当见到原来咱的本性归元这种正理显明。好啊！哎呀哦，哎呀哦，哎呀哦，哎哦，哎耶嘞嘿嘞哦，哎耶嘞嘿，哎呀啦哦啊啊哦哦
咿咿呀吼啊，咿耶哩嘿哆嘿呀吼啊啊啊哦啊，咿耶哩吼，哎那那哦啊哦啊，咿耶哩哦吼耶哩嘿哩呼耶吼，咿耶哩嘿，哎那咿耶嘿嘿嘿嘿嘿哦耶哦耶哩吼，哎那哦啊咿耶哩咿耶哩呼啊咿耶哩嘿呀。Yeah.